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发一个秘密。记得大家要关注一下晨晨哦。首先呢，我们跑校园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点到负一楼，好像我们先要乘坐一下校园里的。这是什么车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个是很神奇的。有哪个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车？能不能告诉晨晨一下？我骑过这个车很多次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车，是平衡车吗？有可能是平衡车吧。骑到这个，我们上负二楼，一定要上二楼哦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就上到这里了，马上奇迹就要出现了哦。我们先点到了男孩，然后再点到女孩。大家看，女孩正在慢慢的往下陷，是不是很神奇？马上就要陷到一楼了，大家看。这是一楼，但是它还是往下陷，是要陷到地底下吗？大家看见没有？好神奇啊！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会更精彩哦，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下晨晨哦。晨晨一定会好好的支持大家的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